有人。小文，保护下去，找个地方带他隐蔽。小梅。明白。孩子，佳佳。佳佳。小心啊！放心吧。咱们行动这么隐秘，日特是怎么知道咱们位置的？看来重庆特战局里面还有他们的奸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管别人？是啊，飞哥，再在重庆待下去，咱这脑袋非得搬家了不可呀。我哥呢？救我！哥，救我！哥，让开！让开！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，小梅！小梅，坚持住！救我哥！救救哥！
小梅，你说，你说。修哥，我18。